男女最热烈的掌声，一起来欢迎贵宾入席。恭喜 VR Drumming Academy！ 发光不只是在是太阳的权利，你在对的地方、对的领域，还有相信你的老板。信我，你肯定可以发光。所有在这里的人都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只要有一天我在这里，我都会把这个文化、这个事业做到 deep deep。 只要你的信念还在，只要你相信，这一切都会成真。在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你跟比你大的企业学习；在你有能力的时候，你教导更多的人，找机会，找方法。良辰吉日，盛大开业，锣鼓一响，黄金万两，百苦齐鸣，大吉大利，嘿哦，哗啦！Today, VR team did very well, trained her until to this stage. She can perform well in a lot of events. I'm really proud of her and also to the VR. 我看到孩子站在台上的那一刻哦，是很有自信的，很难得的机会，很开心啊。白虎麒麟。的成长，因为在这个古艺学到的除了古艺之外，我觉得还有就是人生的道理、生活的态度、生活的规律。环节啦，记忆啦，因为你要记住那个拍子，也是可以练习他们的胆量，上舞台去表演，我觉得非常好。Was amazing. It was so well put together. I'm really, really impressed with all the kids and the little ones as well. And Master Lee is really a very far-sighted guy. Super intelligent. Congratulations to VR Academy.